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洛卡，我是顾巴。今天我们要来 Nintendo Life 2023台北场，那这是台北第一次办的，你有来过吗？你一定没有来过，因为我也没有来过，我也是第一次来。这个全世界都有哦。是。对，这个全世界都会有这个活动，然后里面会有很多任天堂的游戏，有试玩的，有比赛的，还会有一些活动。等一下要找 Cody 跟 Kyle 一起，好不好？那这个活动呢，基本上都是才免费来进行的，只要报名了就有机会可以来参加。里面会有一些比赛跟试玩的游戏，主要都是以任天堂他们家的游戏，包含宝可梦啊，基本上都可以看得到。这是全世界都有的活动哎，第一次参加吧？对，我也是第一次。我真的完全没有看过，但它里面好像有分两天的比赛，第一天是马里奥赛车8，然后第二天是斯普拉顿，你要不要参加一下？斯普拉顿，斯普拉顿，我们有观众特别跟我讲说，他第二天有参加那个比赛，比方说他赛车稍微弱一点啊，但是他的斯普拉顿非常的有竞争实力。这个好像据说打赢了之后可以出去跟人家比赛。哦，真的？对，全球的。对对对对对对对，这个是有比较大型的正规比赛的。小小媒体，我们都是小小试玩组。媒体，彼得爸也来了，哇，他给了一袋。好多戴在头上的东西哦，有马里奥的，有侦探的皮卡丘，有皮克敏。那我只带皮卡丘。你要带皮卡丘，还有谁？都是皮克敏。哦，皮克敏好多颜色哦。对，里面还有这一个要十圈，这个好像是要线上登记限量的才有。它好像现场你连都有看的，然后去登记之后就会有这个东西，但好像真的是限量的。好可爱哦。对，超可爱的。哇，还有萨尔达的明信片儿。这边有写啊，就11号、12号，然后几点到几点有什么比赛？哦，还有舞台活动。对，皮卡丘的帽子变成小侦探，拍照墙。这边有斯普拉顿3的大赛，台北场，欸，其实蛮多的。这边还有马里奥赛车8的比赛，它的尺寸放大了不少，比我还要高一点哎，好可怕啊！这边是比赛区，有选手报道处在这边，然后这边会有比赛。今天的话应该是马里奥赛车，《萨尔达传说》的故事历史。皮卡丘，闪电回归，这边有会动的呆火二。哇哦！他真的就会动起来了，刚才没有吓到，哇，他在动了，他在动嘞！还有不同的见面时间表，三个都有，去三家都可以。这边也是超大的鱿鱼啊，下面是试玩斯普拉顿的地方，我觉得这个好棒哦，它这个是 LED 的灯板，这个好棒哎！看旁边这里也有，然后还有一只鱿鱼在这边，这个看起来真的超棒的。买一组回家贴在墙上，哇！马里奥来了，好多人在帮马里奥拍照。马里奥来了，这边有一区在试玩马里奥惊奇，这是一款好游戏，真的可以和家人一起同乐一下。这边还有现场教学，他过关的话，我记得没有错，应该是可以拿一些东西。今天罗卡大大很忙，很多人找他拍照。罗卡也去排队了，等一下要跟马里奥拍。马里奥有两份时间表，有马里奥，有路易吉，所以都可以拍得到。我们现在拍的是马里奥的场子，不过人家觉得他的马里奥好像稍微缩水一点，因为我们去环球影城看的马里奥感觉比较胖、比较大只、比较高大一点，这边的稍微小只，可能跟我们拍起来会比较符合那个身高跟身材的比例吧。日本爆卖的马里奥红丸，哇，惊奇的大象马里奥哎，其实它还蛮大一只的，整个就是真人比例大小，不过稍微矮了一点啦，但我觉得还 OK， 这个大小很 OK 的，帅气，哇 ，Golden Two， 黛西，全角色，其实我觉得它在这位置感觉好像是蛮重要的，不过说实在，我真的很少选耀西出来玩，大部分就是选马里奥们，然后或者是奇诺的耀，但是没有红色的，可恶。跌倒了啦！皮克敏是进来皮克敏的房间带皮卡丘队吗？完蛋，我被打！这样蛮帅的。这边是皮克敏的，介绍皮克敏的，
《月明》真的是一款好游戏啦，虽然说在台湾可能比较少人知道，但是我觉得它是蛮值得推广的一款即时战略的游戏。不过看到这一只比克云，我觉得有点为它提心吊胆，感觉它快飞了。你看它已经进到嘴巴里面去了，再被咬一口就飞了。天啊，是星之卡比飘在上面嘞！这边好多超粉红的世界。保龄球比赛，这款我也是很推的，真的很推。有买 Switch 的这款真的都可以玩起来，赞！居然有周边的，我原本以为可以省下来了。没有啦，但是队伍这么长哎，你确定可以吗？我现在去排。你确定吗？这群打造得太舒服了吧？真的太适合这样子打游戏了啦，真的舒服到爆哎！Cody 跟库巴在玩。其实家里都有了，但是来这边有朋友一起玩，就是特别开心啊！哇，这太猛了吧！这个拉拉队起来了，挑战一下我的卡比高度。卡比来了，这卡比也太可爱了吧！哇哦！太可爱了啦！卡比超可爱，对不对？对，而且他走得很卖力耶。对，从很远的地方就开始这样很努力、很努力的走。他我觉得是有一点，就是要刻意晃出那个卡比的感觉。到那边的时候，他还有这样抖一下。对，抖一下，好笑哦。那个 cosplay 的精神。大人吗？我觉得身高应该不是吧。可是如果那大人应该要趴着哎。如果是小朋友，他现在应该全身汗哎，而且他要很用力，那个肚子那么大。他矮矮很小只啊。如果是大人，是要蹲着，然后不是，那已经是要趴着了。可以走了，可以走了。匍匐前进这样子吗？等一下，期待你跟他们拍照。他全身啊，好辛苦哦，辛苦了，辛苦了。我觉得应该是小朋友了，我在猜。可是不用通工。没有。你说你讲的。是我。拍片头好了。卡比人气真的很高哎，而且他都会有一个抖动的样子。公主来了，公主来了，哇，好酷哦！就是看到这个 cosplay 真的是超级用心的。全身这样子的穿，会不会有什么比较累或者比较需要注意的地方？就是要担心一下，这腰部有些配饰还蛮容易掉的。真的、哦？对对对。哇，好酷哦！但是其实很轻巧，因为裤子嘛，然后短发，其实也意外蛮方便，而且还有一个小小的，这可以塞手机了。哇哦，好酷哦！眼睛也是有特别戴绿色的。对，我有戴那个绿色的美瞳。哇，酷巴在试玩的猪。他现场还用那个曲面屏幕给人家玩的，真的很酷。但是猪其实我们家里也有的，但是也不在家里面玩。这里排队比较好玩，而且要竞争的感觉。任天堂真的很贴心，因为他知道都是小朋友，所以有特别准备这个加高的，让他们这样站起来的身高是刚刚好可以看这一幕。我觉得这一点真的是做得非常好。姐，抓到了，抓到了，抓到了，抓到格达亚了。恭喜你抓到可达鸭！因为我有抓过可达鸭，我是一次就把它抓到。试完之后就会有一个贴纸，对，然后可以把它贴满这里。不知道可以说就变成小的。不。哦，两个了，完成两个。西西会来啦。排到了西施会的见面会，拍照时间，要不要去拍了？拿道具，赶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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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哇，拿铲子哎！啊，你怎么没有拿斧头？一个拿钓鱼竿，要不要也去的？然后换了好几个托特包，对，这个还不错。对啊，马里奥的，然后跟西施会的。我们换了这两个。对，还有库巴选的是萨尔达。哎呦！他们怎么会选萨尔达？对，居然不是选马里奥什么之类的。他还
还有比特币，还有七蛋的。啊哈，刚好就是有这个，它可以直接换一个会场限定的托特包。可是它还有一个 DIY 的，对不对？对，他刚才有说，因为人太多了，就是会排到很久，建议我们直接拿了。OK 也是啊，我们自己做的也没有那么漂亮啊。对，这个其实印起来我觉得还比较漂亮一点。对啊，老实说，对，直接拿，非常可爱，超丰富的。我觉得这个好看的，这个好看。再跟大家一起玩马里奥赛车。要开战了，还有 Cody 跟 Kyle 也一起玩，而且服务人员超贴心的，就让小朋友四个人一组，哦，那有刻意安排的，哦，所以会有大人一起玩吗？他知道有小朋友，他就会排到小朋友，然后大人，哦，真的很厉害。获胜者能获得我们 Nintendo Life 2023台北马里奥赛车8豪华版大赛的冠军奖牌。不知道哪一个电脑丢了一个闪电，对，四个人一起打吗？我们的刚刚这么强壮的这样子。好了，不应该进来的。不是，这个媒体的真好，马上可以进来里面拍摄。可是我看一下，这个好像是新色，看起来对，这是最新的，对不对？这个哇，这看起来应该是受不了了。身为妈妈，妈妈的爱，它没有标价，它没有标价。下面马力哦，凡指定商品满3000送可爱玩偶，所以。等一下，这是送的，是不是？所以我们买这个东西买两组，他就送这个，是不是？没有啦，这个是2400啊。哦，这是2400哦。对。这里还有腰吸，哇，还有问号砖。今年其实我们也有去东京的旗舰店，不过我自己是没注意到的啊。你说有这么多，是不是？有，我当时有看到有更新到。哇。对。都有想买就对。我记得我们要买一个，对不对？不用担心行李的问题。好，对。真的超舒服的，直接拿上车就。娃娃最麻烦的就是因为它的体积很大，塞在心里面要硬塞。对，而且重点这个票，这个票不是马上随时有的。要卖，要登记的。对对。你看我们库娃都不见了。对，这边颜色超多的，卡比的，哇哈哈，这个真的是不败家可以吗？超多的，这都是卡比的，粉红世界不得了了，怎么办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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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450，怎么办？对，有授权的，这是从应该是从那个旗舰店拿来的啦，对不对？看起来应该都是。哎呀，哎呀，哎呦哎呀，太夸张了。这个可以。对，这好可爱啊，而且它是长的，对不对？它是一大条正常的毛巾。毛巾。对，哇，这买回去小孩子就抢着要洗澡了，对不对？超可爱的。对，超夸张。这边都是卡比的，而且是卡比哦，这是贩卖机吧？它是不是包在，哦对，自动贩卖机，包在贩卖机里面，这个酷毙了，各式各样的卡比包在车里面，哇，真的太可爱了吧，各式的卡比耶，怎样？有看过哎，那你有巧克力卡比？还是现在其实日本有卖，只是我们都没有注意到。对啊，还有这个。对，他们还在交啊。哦。一次两只，他都要跟你回家了，怎么办？这个配色也蛮可爱的。对啊，只是没有看过它。色尾卡比。色尾卡比。对，这个宝可梦人家流行抓色尾的，我们是卡比里面抓色尾的，对不对？没看过哎。很可爱哈。对啊。要不要买三个一组啊？要不要啊？三个一组啊？便宜吗？三个打你折，打到你骨折。现场也还有一些手把跟方向盘的周边，然后这边有一些。收纳包的部分，我觉得有点可怕，好像失控了，抱着一大堆东西，糟糕了，对，真的太可怕了，完蛋了，萨尔达跟林克的玩偶，这个没有抱，库巴刚才有抱，各抱一只，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他要放回来，跑去拿更大的问号砖了。这边还有红白机造型的皮带，哇，这个使用度很高哎，收尾了，对，买东西的。买3000块有送一只小娃娃，所以随机嘛，对不对？随机的。好，我们就来结账。好啦，总算结束了。我们买了一大袋，超大袋，对，行李箱绝对放不下的东西。没错，我觉得这边的话真的很适合，就是家庭一起来，因为整体来说的话，就是它很符合全年龄一起玩。对，不管是大朋友小朋友，或者是小小孩，或者是爸爸妈妈、阿公阿嬷，我觉得都可以找到适合他们的游戏。我也有看到长辈啊，对，真的蛮多长辈也是带着小朋友，可能是孙子吧，对啊，一起来这样子，我觉得这是一种
很温馨的，对，它是一种很温馨的感觉，跟一般我们所看到的一些游戏界的活动都不一样。对，真的是不太一样，它就是走得很温馨。然后说，爸爸妈妈带着小朋友，我觉得应该全世界、全台湾的小朋友都来这边的。没有啦，真的超多的，真的超多的。对啊，那有机会的话，真的各位也可以来参加一下，因为这样子的Nintendo Life 的活动啊，其实是在全世界都有的。台北这一次是第一次，首次的。那当然，有一些人可能参加比赛也真的很厉害。我有看到那些在比赛。我也参加了两场的试玩活动，七蛋跟马力赛车八。对，还有玩的非常棒，很开心。他说七蛋的最刺激了。没错。好啦，那如果有机会的朋友呢，就自己来参加看看。哎，好像没机会，还要明年了，明年了，2024。还有没有？没有，2024的一月东京就有了，我有看了一下。可是要到日本去啊。可以啦，现在大家都飞了，好不好？像日本的话，这个就买不到啦啊！哎，你看这这么大，行李箱都塞不下去。可以啦，疫情箱啊，业配业起来，好不好？那个行李箱的叶配叶起来，赶快找我们，好不好？那行李箱大的就可以塞进去，每一个它其实有点弹性。所以它可以稍微压扁一点点，好吧，好吧，对，我觉得是可以，只是说它会占用真的比较大的空间，对对对，对，没错。好了，今天影片就跟大家分享到这边啦。喜欢影片记得帮我们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那我们就下一次影片见，拜拜，拜拜。